上！哎，带妹好累，辛苦你啦，辛苦啦！哎，可以吃晚餐了，我们点外卖吧。嗯，外卖不干净，我给你们做吧。别别别，可千万别！上次吃您做的东西，我可拉肚子好几天。上次是因为食材放在冰箱半个月了，所以不新鲜了，就所以我给他买了西门子 Enos 冰箱。你们先玩，饭菜交给我，马上就好。哇哇，好香啊！可可，你真的太幸福了。可可，第一天上课千万别迟到，我跟你占了位置，快来。好，马上到。那个，这里好像是我的位置。这是我的位置。一起坐吧，可以吗？嗯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你们的数学老师。好好听课。